本想解一个今日头条爆玩玩法，利用 AI 指令创作，每天轻松两三百块钱的 一套教程。大家都知道，开的今日头条发布文章的获取收益，文章越读越高，收益越高。但不知道怎么，但是都不知道怎么制作出爆款文章。秘诀就是利用 AI 工具。大家都知道，使用 AI 工具辅助我们创作，都是粗略的使用。外面的那些教程都喊着一分钟一条原创作品，但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？我们是通过 AI 进行第一遍改写，然后通过一些其他方式再改写一遍，降低这个重复率。大家看了之后啊，就可以来操作了。这是下载之后整套教程，包括项目介绍、前期准备、项目实操、注意事项，有详细的讲解，还有指令，全部都提供。如果需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编辑的关键词，比如说今日头条爆玩玩法，就可以直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